而家要選舉嘅公平、公道、公正已經被破壞。而家我哋十一人行出嚟，就係爭取社會公義，爭取真正嘅民主權利。我的辦事處應該在七月到而家係有四次被破壞過。十月一號咧就最猖狂啦，佢哋一開始嚟作爛曬個辦事處，跟住咧係連續兩次係相隔大概三四個鐘頭到咧就係縱火。咁樣就走啊？咁你咪去第二區咯，你唔好俾我再見到啦，話你聽。我嚟，我冇騷擾你啊！我冇騷擾你啊！我哋呢個小組一定會係強烈要求行政長官要擴大使用緊急法止暴制亂。